四湖三条仑的保安林部分林地受到地震下陷，影响成为淡地，土壤盐化地势，原本种来丰丰的树果濒临消失，外来种是死了真多，对当地生态造成威胁。为此，南投林管处是结合建阳国小以及附近的居民，举办清除外来种、保种、原生种的教育体验活动，透过活动，让囡仔会当更加熟悉，并且爱护环境。四湖三条仑因为地震下陷，地势部分的土地成为湿地，土壤盐化影响滨海保安那原有的树啊，无法度生长，濒临消失。洪峰的效益是来降低。当时那带嘛受到外来种植物的入侵，危害地方的生态。为此，林务局南投林管处是结合建阳国小以及附近的居民，举办移除外来种、保种、原生种植物的活动，带大家透过恢复生态来认识环境。我们三条仑保安林，因为长期这边有一些水域就是积水的情况，然后林木都有枯死老化的状况。很开心的是，当地的居民跟可以邀集我们的学生来一起来恢复我们这个保安林的防风功能。好，这次是我们学校受林务局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植树活动那林务局有挑了一些比较适合海边种的植物，也让学生这个机会认识什么的植物适合在他的家乡生长。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就跟林务局做这样的合作。保安那内面的外来种以巴西乳香为大宗，目前的状况是各地在初期的入侵阶段。为保护地方的生态，社区之间是主动发起清理以及规划来种植原生的植物。在过去一年多，我们在现地做了一些植被调查，我们发现那入侵种至少有三种，那比较多的是我们后面这个巴西乳香，目前入侵的情况还没有很严重，是初期的一个入侵情形。我们今天低湿的物种都在这一次的活动把它种进来，那配合水域的增加我们也种了一些台湾目前四种的红树做展示的一个植栽，所以这一次我们结合学校跟社区一起来种就把这种多样性的观念也同时种进来学生将树苗种落去了后，会搁伫咧面顶挂上家己签名的牌啊。主办单位是真鼓励大家有闲就顶来看这个小树啊。小朋友对这个活动是拢感觉真趣味，嘛更加了解家己生活周遭的生态。我们今天来这里来做一个宣导。巴西乳香是外来种的植物，它的地盘就在原生种的地盘，所以它会侵入它。不要乱砍树，也不要乱动树，好玩。哪个部分最好玩？种树。在地学生以及居民的共同参与，用实际的行动来保护家乡的保安那，是让这片红红那更有意义。记者王可山采访报道。